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常清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我们净土念佛法门在大乘的修学当中啊，是一个很特别的法门，因为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。也就是说，在整个净土中的修学当中，我们所有的功德都是弥陀本愿的摄受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内涵，印光大师提出的两个概念出来。他说，净土中的修学，什么叫本尊相应呢？就是他利门果地教。他利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跟弥陀的功德接触的时候啊，我们今生会产生消业障、增福报的功德，叫他力。这个他使的是谁呢？是佛力加倍。阿弥陀佛的高光明照耀着我们，消业障、增福报。那么果地教呢，是指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世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现前，把我们带到净土去，在净土的庄严当中呢，成就不退转，乃至于就近成佛，这叫果地教。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净土，我们去受用弥陀的净土，受用弥陀的果地的功德，这叫果地教。所以净土中的他利门跟果地教，事实上在中国佛教的传承当中啊，是有两个差别的。在唐朝之前，特别是在谭鸾大师之前啊，念佛人大部分是偏重在他利法门。比方说唯识的学者，比方说天台宗的学者，他也念佛，但是他把念佛当作呢消业障啊，多障众生念佛观。所以在早期的念佛当中，并没有明确的要求生净土。我在修止观的时候，我身心出现了障碍，我祈求弥陀的加倍帮我破障，破障以后呢，我继续修止观。所以早期的人念佛其实偏重在他利门，一直到谭鸾大师他提出了一个五浊恶世的概念。谭鸾大师他呼吁念佛人开始要面对，也你要必须要务实的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会受环境影响。他说我们现在的环境已经不是正法时代了，正法时代过去了，相法时代也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是一个末法的一个五浊恶世的来临。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修学要面临两大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本身善根的退化，我们本身善根就不足，我们那种出世的道心抵不过我们内心的烦恼，我们自身的善根薄弱，烦恼出众，造成我们不能够相续的用功。第一个，内因力薄弱。第二个，外缘的问题，这个环境的干扰繁多啊，顺逆的因缘的刺激太厉害，使令我们容易退转。所以到了谭鸾大师他劝念佛人啊，说我们念佛不应该只是消业障增福报而已啊，应该要考虑离开娑婆世界而为菩提道求生净土，我们应该考虑换一个环境来修学。谭鸾大师就净土把真正的念佛提升到一个净土的思想。所以到我们到了末流，就现在呢，我们念佛其实包括了他利门
啊，今生的消业障，也包括了临终的往生，这两块啊，现在我们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因此，念佛法门从一个纯粹是念佛来消业障，而提升到要往生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样的一种思想被提倡以后啊，我们对于净土的了解就变成很重要。如果你只是为了念佛要消业障，你可以对西方净土的一正庄严完全没有概念，无所谓，你只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就够了。但是如果你念佛的目的是要求生净土，我们就必须要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有所了解。在本经当中，释迦牟尼佛讲到说，为什么我们念佛人除了持名念佛以外，要兼修观想呢？要观想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呢？佛陀在本经当中啊提出了，你能够如法的观想有两种功德。第一个，净除罪障；第二个，身以佛前，啊，身诸佛前。我们先讲是净除罪障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庄严啊，它怎么回事呢？阿弥陀佛、啊，诸佛如来也是法界身啊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。阿弥陀佛的功德本身，他有一种愿力啊，他要救拔我们，他要入，他能入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意念他，才能感应道教。所以我们经常的意念弥陀的一正庄严啊，这个极乐世界的啊，比方说七宝池、八功德水、莲花的庄严、楼阁的庄严，我们心中不断的在我们这个身口意熏习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生死的重罪啊，慢慢的消灭掉。比方说光明出现的时候，黑暗自然消失掉。所以你经常的熏习净土的庄严啊，消我们的业障，这是第一种功德。第二个是我们真实的目的，身诸佛前。临命中能够我们不断的熏习啊，会产生一种坚定的愿力。我们不可能往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你说你对极乐世界一无所知，极乐世界是怎么回事？你完全没有概念。那么你完全没有概念，你心中的愿力肯定是薄弱的。真实的愿力是建立在一种智慧的基础。其实不是愿力，信心也是这样。真实的信心跟愿力肯定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。我们不相信说你完全对净土陌生而产生坚定的愿力，不可能。你对一个地方一无所知，而且你想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们为什么一次一次在娑婆世界投胎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对娑婆世界太过熟悉了，太熟悉了。很多事情我们每一生当中重复的造作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三界的业力会这么强，因为我们对娑婆世界太熟了。所以净土宗就是说，你必须要改变，我们必须要跟娑婆世界由熟悉转成生疏，我们必须对净土的功德庄严啊，由生疏转成熟悉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在本经当中，在观经里面很强调思想的改变，这个地方是不共于阿弥陀经，也不共于无量寿经的地方。他很强调你对净土中那种皈依的心、意乐心的升起。他认为感应道交是来自你对他的一种心求，对他一种意乐，对净土庄严的一种熟悉度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这部经啊，我们可以得到两大功德。第一个，你不断地用净土的庄严熏习我们的内心啊，第一个净除业障，
第二个生诸佛前，一个是讲现世的安乐，一个是来世的往生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研究本经的目的。好，我们看讲义。我们预定了，预定有十堂课，那么跟大家来共同的学习啊，这个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》这个地方呢，将是此经大分为四，我们把研究本经呢分成四大段。第一个解释经题，按照惯例，我们必须要解释本经的经题，因为经题有总持啊经文要义的意思。第二个，我们把这部经的整个结构，到底它的整个结构是怎么安排的，把整个经文的修学纲要啊，它的大意啊，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。第三个，我们正式进入本文来加以消释。最后我们啊跟大家做一个总结，跟大家互相劝勉。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解释经题。那么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》这个地方有别题跟通题啊。别题就是《佛说观无量寿佛》啊，这个地方有两重的人所啊。第一个人所呢，是依着教法，就是语言文字的教法，就是《佛说观无量寿佛》。第二重人所呢，是依着他的实际的修行来说啊，是把这个观跟无量寿，一个能观的智跟所观的境啊，要把它区分出来。我们先看第一重人所。那么我们从语言文字的教法说来解释这部经啊，就是说啊，佛说观无量寿佛这个地方有三层意思。第一个，本经是谁先说的？第二个，是在什么情况先说的？第三个，是说了什么事情？三个事情。第一个，本经的说法主是佛。我们讲精通五人立为佛事，其实经典是由五种人都可以先说，佛、菩萨、罗汉、天人、宣人还有仙人啊。但是这个净土法门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它牵涉到众生的心跟佛心之间的相互的感应道交，牵涉到大乘的自他不二的思想，所以净土中除了佛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先说，菩萨也是不能先说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哈。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先说的。那么在什么情况先说呢？这个说啊，他的意思是一种欢喜的心，一种心悦的心，因为这个法门先说以后，会有很多人得度，很多人了生脱死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因缘成熟的时候啊，这个说啊有欢喜的意思。第三个说什么东西呢？说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不颠倒的来观察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。其实极乐世界在整个本经当中啊，它的十三观啊，前面的所谓的十三观啊哈，啊，包括正报、依报，但是它是以正报来摄受依报，所以以佛来代表啊。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教法的啊人所，我们看这个刑法，在刑法当中呢，这个观无量寿佛，这个观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本经当中，这个观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观想，观想啊，它是完全靠语言文字的思维。这个境没有现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过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看过极乐世界，但是我们透过语言文字的思维观察，我们可以从心中啊创造一个极乐世界的影像出来，叫观想，靠你的想象力啊。第二个是观相，在十三观当中有一个是特别，就第八观，佛菩萨观。佛陀是要我们先看相状，一个画好的相状啊。所以说呢，大部分是观想，只有一个是观相，就第八观是观相啊。
那么观什么呢？观无量寿佛的一正庄严，啊，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这个是主题的，啊，极乐世界的观法啊，它的观察的方法，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呢，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我们看今天的附表，在观经的注解当中讲的最圆满的就是智者大师的观经书啊，但是观经书很深啊，所以释明智理大师啊又把它解释啊，把它解释成妙中钞啊，所以妙中钞事实上智者大师的观中书把它解释出来。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在解释本经呢、啊、它是用一心三观啊，这个一心呢就是你修观之前啊，你要先知道你心中的依止，你依什么修观呢？啊，依止现前一念心性来修空假中三观，这叫一心三观啊。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，好。妙中钞云：此经真当曰心观佛也，实相为体者，心观之中方能显发中道实相深广之体。所以者何？若于心外而观佛者，众人推理但见偏真，即如善集观佛法身但证小理。今曰心观佛一正，当处显发中实之体，中壁双照，三地具足，故云此经心观为中，实相为体。好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哦，啊，你要修观之前呢、啊、这个道理不懂哦，你就没有资格讲修观哦，啊，这个地方是很重要，这个思想哈，什么叫做此经正当耶心观佛也？这个四个字，耶心观佛是整个本经的中心思想。说我们观察极乐世界的佛陀，观就观呗，应该怎么观呢？要耶心，就是说佛在哪里，你要向内心去观哦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你如果一开始就走错路，以后你可能会产生障碍，甚至产生琢磨啊。你要观佛要向内去观哦，你向外去观你就错误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这四个字是我们今天所要答的所要讲的中心思想，就是说你要观佛之前啊，你要先把这个心啊向内去观啊，把心带回家，在心中呢升起佛的影像，不能向外攀岩啊，叫做耶心观佛。为什么要耶心观佛？这一下智者大师会解释了，说因为本经以实相为体，所有大乘经典都是以实相为体哈，这个体跟中不同哈，体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修学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契入中道实相，这个中呢是趋向目标所采取的方法。那么我们透过心观，就是以一念心心来起观啊，才能够达到中道实相啊，方能显化中道实相这个深广的道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你如果心外求法啊，我们老是看佛像看久了，我们说啊、哎，这个佛像很庄严啊，眉毛画得怎么样啊，鼻子画得怎么样，我们心去攀岩外在的相状啊，有个问题，众人推理但见偏真啊，即便我们能够依此这个地方来推出空假中的道理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毕竟会偏空。智者大师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善集，善集就是须菩提尊者，须菩提尊者在波罗会上他也能够讲出空性的道理，他也能够依止空性的道理去观佛的清净法身，但是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证得阿罗汉果。因为他没有把清净的法身把它往内心中去会，所以声闻人是向外观的，向外观包括的凡夫包括的恶乘都是向外观啊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法呢修观之前呢、啊、一定是要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来观佛的一正庄严，
我们就能够显发中道实相的圆满的自体。因为在中道当中呢，肯定是空有双照，肯定是三谛具足，这个是本经的修学宗旨，以心观为宗，以达到实相为真实的本体。所以我们在进入到十三观的时候，你每起一只观，比方说落日观，你要想说它呢是你心中的影像啊。琉璃地观，琉璃地在哪里呢？是你心中的影像。你观阿弥陀佛的相状，它也是你心中所出现的影像。你必须把整个十三观的影的色尘啊，全部是在心中显现出来，这个叫做耶心观佛啊。我们看哈，他怎么观的？首先，先安住现前一念心性，然后起观，先修空观。在大乘佛法的修学，一定是先空观，再假观，先离相，再建立相状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在观心的时候，先观想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因缘所生，当体即空。我们心中本来没有相状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所以那我为什么现在很多相状呢？因为那个相状你自己执着，所以你自己，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痛苦的相状，现在挥之不去啊，是你自己不让它，你自己不要让它离开的，是你自己抓住了。相状本来是延生延灭，但是你一住，你住在相状，它就会重复的出现。那其实我们心中是没有相状。说哎呀，我这件事情受伤很重，是你自己要这样子的，因为你把它抓住了，是你自己一次一次的伤害你啊。从大乘佛法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来说啊，我们的心性本来清净啊，这个世间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伤害你，诸位你们猜猜看，那个人是谁？哎，对了，是你自己。因为你自己自心起自心，事情发生了以后，你老是把这个影像抓住，你自己不放，所以它不断的出现了。我们心中本来没有相状，因为本来没有相状，我们才可能成佛。我们心中本来没有好也没有坏，所以它可以重新塑造。那本来没有相状，我们现在为什么弄到自己有很多的个性呢？这是我的个性，我的相状，那是我们自己把它抓住，我们住在这个相状，所以它变成，所以我们的心啊被物化，被物质同化。我们心本来是清净，本来作遍法界，弄到现在像胸量这样小，是我们自己操作错误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观之前，先把生命归零，告诉自己因缘所生，当体即空。其实我心中本来没有烦恼的相状，也没有所谓的业障的相状，也没有生死的相状啊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思想啊。我们在修行当中第一件事情，正念真如啊，把心啊先归零。接下来假观，当我们开始归零以后，我们重新出发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念头一动，一个思想的活动就创造十法界的十如是。这个十如是简单讲就是因缘果报了哈，它有它的如是因、如是缘、如是果、如是报，而是在心中的相状历历分明。所以生命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活动啊，念念之间啊把它创造出来啊。那么空假二观中把它平衡起来，空有同时，空有同无碍啊，这个就是不断的重复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观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在念佛的人也好啊，持咒也好，你一定要知道啊，你整个修行要先法法消归心性，不能心外求法。
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对不对？一心归命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是我们所有净土宗的修行目标。不管你礼拜也好，你口业的持名赞叹也好，心中的观想也好，身口意的皈依，目的就是要一心归命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佛在哪里？对了，在你的心中。你心中如果不培养一个佛的影像，佛是不会出现的。如果你心中没有去产生一种佛的影像而出现佛，你就要小心了，这个有问题了。我们净土宗的很多人喜欢向外攀岩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拜佛的时候看到佛像，哎，对你微笑了，这个非常危险了。我们是假，我们要借相修心哈，我们是看假借那个佛像，起望我们对阿弥陀佛皈依的心。佛像的目的是这样，所以参公书有，我们以前看参加斋戒协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大专生的，就站在那边不动，一直看佛像。参公师父说：“这个佛像不能一直看呐、啊，会出事情的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参公师父知道这个人向外攀岩了。你一个人向外攀岩的时候啊，魔王就有机可乘了。修行是脱彼依正显我心性啊，我自信本来有极乐世界的功德。但是我假借这个外境的因缘来启发对弥陀的皈依，所以你心中的因缘准备好了，阿弥陀佛随时会出现。啊，这叫做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本经的整个思想就在这两句话当中。是心作佛是一个因地，这个作包括身口意的造作，当然主要是意业的思想的造作。你去念佛，你去忆佛，你心中就在佛的因缘里面造作，你心中先创造一个佛。所以感应道交，你一定要能感的心，才有能应的佛呢。啊，净土宗的思想是你准备好了，阿弥陀佛才出现，是你的心去感应佛。啊，所以是心作佛就是你必须要把你心中跟对阿弥陀佛的因缘要记住的，你的信心、你的愿力、你对极乐世界的熟悉度要记住了，是心作佛。最后是心是佛，是心是佛是耶果，阿弥陀佛跟你感应到脚。古德很喜欢把感应道交讲出一个譬喻，说是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说身为月亮，他很想跟我们感应道交，但是我们没有水，没有水的话月亮也不能表现出来。你今天把水准备好了，月亮就映在它的光明就映在这个脸盆上了嘛。身为月亮，它没有意见嘛，它随时高挂空中嘛。你月亮准，你把水准备好了，那月亮就出现了。所以净土宗的感应绝对不能向外攀岩。我们如果向外，你自己没有准备好，你心很散乱，你看到的佛都有问题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净土宗啊，追求什么？追求一心不乱嘛，因为你一心不乱，佛自然现前嘛。啊，净土宗很忌讳你一念佛的人就开始想说，哎呀，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出现啊？啊，他用什么形状出现？他是坐着还是用站着出现？你已经忍者心动，你起的攀岩心了。啊，念佛的人是你把自己准备好的，你把这个水准备好了，众生心够净，菩萨已现。你自己，你不要管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出现，
你只要把你自己准备好，阿弥陀佛随时出现呗。你要做的是做准备的工作，所以为什么要打佛七？打佛七就是自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做好准备啊，为临终的思量做好准备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耶心观佛，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佛弟子莫向外求哈。你净土中的三思量完全在你的心中要建立起来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要学会观经之前的第一个概念啊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那么我们再看看所观之境啊。前面是约着我们在修观之前啊，那个能观的心啊，这个地方是讲当我们心开始把它拉回来的修空假中三观的时候，我们所观境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啊。哎，妙中超云大乘行人，是我一心具诸佛性，脱尽修观佛相乃彰，金观弥陀一正为缘，熏乎心性，心性所具极乐一正，由熏发生，心具而生，起离心性，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终日观心，终日观佛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智者大师又提出一个概念说，大乘的修行人啊，那个地方大乘也包括净土宗哈，说我们如实的了知，我们一念心中本来具足佛性。啊，我们本来就具足净土的功德，但是虽然具足，必须要怎么样呢？假借因缘来开显呢、啊，所以必须要脱尽修观，这个佛的功德的相状才能够彰显。啊，你要借境来修心嘛，啊，借境修心，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借境修心哈。我们一开始是先离相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修空观的时候，离一切相，把凡夫的所有的烦恼相、业障相、生死相全部消灭掉，回复到清净本然，照遍法界。但是我们不能偏空啊，要从空出假。那么从空出假，我们要修功德，要比方说修布施啊，我们离一切相，要集一切法，要把布施的法修起来啊。布施怎么？你要有一个所观境哦，有苦恼的众生相在戒啊。我假借众生的苦恼相来启发我的布施的造作啊，成就我布施的法。所以修行要戒，但是不能执着，就是先把相拿掉，然后再把它戒回来啊。我借众生苦恼的相来布施，我借佛像的庄严来启发我皈依的法，我信心的法，愿力的法。所以大乘佛法不能执着相，要离一切相，但是你要讲修一切法，那么修法就要戒相，要把它再戒回来啊。所以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，一心皈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，要借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的相来修我们皈依的心，叫戒尽脱尽修观啊。那么金观弥陀一正为助缘，来欣喜我们的心性。那心性本具的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呢，因为你不断的欣喜啊，哎，它就开显出来。像那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个种子吗？啊，极乐世界的种子，你每天给它灌溉、施肥、浇水，它就会开花结果啊。所以心性是本具，但是要假借外境的修学才能够引生，所以一切功德不离心性。所谓的前心是佛，前佛是心，前心是佛是耶理具的心性中本来具足佛性，但是你必须要造作这个佛的功德才能够显现出来，所以前佛是心耶四照，所以终日观心，终日观佛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在四个字，脱尽修观啊。所以我们在修习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要有这个尽，要有这个尽才能够修观啊。那么在净土中在修皈依的时候啊，
其实净土宗最重要就是信心跟愿力的，就是皈依的心的哈。在修皈依有两个传承啊，一个是十八愿，一个十九愿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念一遍啊。一观佛陀功德以生信心，摄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，欲生我国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二观净土庄严而发愿力，摄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自信发愿，欲生我国，临受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，不取正觉。好，净土中的往生不在于你念佛的次数的多少，关键你那个信愿，就是你那种皈依的心的强烈跟坚定。但是皈依的心其实在净土中的传承是有两种不同，一个是依着佛陀而生皈依，对，因为有佛陀所以我生皈依。某一种人是因为净土的因缘，我为了要去那个环境，因为我在娑婆世界会退转，所以我必须去受用净土的依正庄严那种清净的功德，依净土的皈依而生起信愿都可以。在十八十九愿弥陀都提出了往生接引的条件啊，但这两种人的思考模式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哈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把这两段啊，这个所观境再说明哈。